阿妹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干嘛？我看到这个办公室里有点乱，所以我想整理一下。这样子，等一下我的哥来了，他的心里也会比较舒服。哎，不要弄了，没事，这个不要弄，有保洁阿姨的。没事呀，哥，这本来就是我的。哎呀，你来到哥哥身边，怎么可能还会让你去做这些事情嘛？本来就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你来了，我肯定要好好照顾你。这些都不要弄了，到时候我给阿伟哥说一声就可以了。觉得挺好的呀，哥，我在家里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了。然后呢，有什么事情你要知道，哥哥顶着的。然后呢，你放心大胆的，就是在公司里面，阿伟哥其他员工都不会说你的，你放心。来走，哥带你去下去买几套衣服，然后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你刚来嘛，衣服不用买了吧？你昨天都不用买的那么多。那去看一下，然后有合适的就选一两套嘛。不是，我想在这里，把这个工作做好，这样子不然害怕阿伟哥来了，看到我没有在工作，他不高兴。没事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走吧，走走走。那真的好吗？好，走走走走。妹妹，这个地方好不好看？哥，这个衣服太美了。是吗？好大呀。对呀、啊。哇，都是卖东西的。对对对，都是卖东西的。你看那边还有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电梯吗？对啊，那个电梯啊。哇塞！不，我去坐一下那个电梯吧，要不？可以啊，走。我没有坐过，我在电视上面看到过。好好好。只要妹妹喜欢都可以。哇塞，好大呀，好漂亮呀！对。哥，你是经常都在这里的吗？我们也是经常会来这里玩，这里看一下衣服这些。这样子玩的话，一个。不要不要，怎么不要？可能要钱呢。小心点哦。脚踩上去就可以了，轻轻踩。这样子吗？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这个要扶着这个，扶着这个。哇塞，就像电视上一样，好开心呀、啊，哥。来了全是的嘛，哥哥要带你看一下嘛。哇，哥那边还有什么吃的？哦，那是小，啊、对，那是玩的。好大气啊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吓死我了，这。啊、开心吗？嗯。待会儿有喜欢的东西就跟哥说好不好？嗯。哇塞！对，那是小孩子玩的。电视上看的吗？是吗？对。那待会儿就带你看一下呗。对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衣服吧，那有衣服。这里面是什么都有，吃的、衣服什么都有，玩的。卖衣服的地方了，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哥，这里会不会太贵了呀？不会不会，走吧走吧。你看喜欢什么款式的，然后让你挑选一下。要不然你算了吧。没事，有哥哥在，你怕什么？真的，嗯。不贵不贵，买给我妹妹的都不贵。那我好，可以。嗯。嗯，哎，试好了吗？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这个衣服可以。啊，可以，喜欢吗？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。哪里不适合？要不我们再去另外别的地方去看一下吧。好吧。啊。只要妹妹喜欢，这里随便看吧，可以。啊。妹妹，今天这里逛的怎么样？挺开心的，哥。开心吗？对，让你破费了，给我买了那么多衣服。没事没事，待会儿拿回去，然后记得穿。嗯，好。走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，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逛了这么久了，也饿了。走吧。嗯。